傻逼作者傻逼文。你总算是醒了，多谢师尊赐宴。师姐，你别为难洛师妹了。进神的，你又搞什么鬼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师尊，为师知道你一定会赢的。师尊若是喜欢，弟子每日给师尊变着花样做如何？这毒虽然无可解，却有可医。师尊，过来，我会护着你。即日起，你搬到竹舍来住吧。若非没有鬼气，我真怀疑你被夺舍，你该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。我也分身了，说过的。清净分作下弟子洛冰河，为魔族所害，忍辱。梅拉露，您还有我们了。我自己用完最多的设定，你都能挖出来。明天跟我下山找一趟吧。你好啊，师尊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只问师尊一句，可有后悔？明知道答案还问师尊，我真是愚蠢。师尊可知这三年我是如何过的？从前种种，即使一并还给你。师尊，我错了。会做梦也是好的。师尊和我说句话好不好？好啊。师尊回来就不走了吧？回来就留着，又不是只有一个徒弟。收手吧。该收手的不是我。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你可以打我杀我，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。我只有这一个愿望。师尊不会不要你。师尊，我们一起。师尊醒了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苍穹山的人都不欢迎我，我只能偷偷来看师尊。那还把我送回来？我以为师尊醒了，刚醒在苍穹山。为师当然想最先看到你了。老子不管了，让他们两个互相祸害去。你走了还看什么？师尊真的要跟我回魔界去吗？想去任何地方，师尊都陪你。明烟走了，明烟走了，走了，还看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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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